汉在全亚洲拥有超高人气，而他与张钧甯、惠英红等人主演的电影《瞒天过海》收获超高人气与讨论度。近日，许光汉出席时尚活动时，在后台偶遇了谢娜，双方先是拥抱，直呼好久不见。随后，谢娜向许光汉提及自己的同事是对方的粉丝，甚至连手机屏保都是他的照片，并催促对方赶紧上前打招呼。而许光汉看见该名工作人员的屏保画面后，也惊呼竟然是最新的照片，可见该粉丝的重视程度。在一旁的谢娜则自嘲，明明是自己的工作人员，手机屏保却不是自己的照片。不过，他也乐观地表示，能帮员工圆梦也算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了。随后，谢娜播出相关影片，笑称追星成功的同事现在更加卖力工作了，甚至还要求谢娜帮许光汉宣传新片。两人的搞笑互动让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：“谢娜工作室还请人吗？有这么好的待遇，我马上就去啊！”